大家好，我是第十一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来自泰国赛区的选手罗从茂，很高兴呢能再一次回到我们汉语桥的活动，也十分感谢汉语桥在18年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到中国去比赛，增进了我对中国的认识，了解到更多的风俗文化，结交到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收获了许多友谊，感谢汉语桥让大家相遇。汉语桥是一座文化之桥、语言之桥、梦想之桥、友谊之桥，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全世界学汉语的人水平越来越好越来越高，也祝汉语桥20周年生日快乐。